这是我们河南泰兴设计研发的日产三十吨小麦面粉机生产设备，采用上下钢架式结构，是一款高效自动化的面粉生产设备。从原粮清理、去石、多级碾磨、多级筛理到分级装袋、配电，都全部实现自动化连续作业，工艺流畅，操作维修方便，能耗低。节能型面粉加工设备避开了传统的高能耗设备，全部采用新型节能设备，整机单位耗能达到最小。30吨级小麦面粉成套设备分级效果好，生产的面粉质量高，产量高，出粉率高，操作维修简便，面粉厂档次高，规模大，可以生产等级粉、专用粉，是投资中小型面粉厂的理想选择。